导致我们两个现在精神都有点就是崩溃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吃猪肉汤饭。好热，这么热吃猪肉汤饭。但是我好想喝汤哦，其实。我不知道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应该就会是我一今天跟明天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在韩国的生活这样。Yes， 好，我谢谢你。拜。韩国的电话卡，然后他就会一直 send 这个就是紧急的通知，警报的感觉。哦，它里面讲什么信息？因为它这是韩文，就是说现在超级热，要小心那种。可是明明才32.6度，今天。如果你要挑，你要韩国的夏天还是香港的夏天？不是，本来我是应该挑韩国的夏天，可是我这几天我觉得很辛苦，是我太久没有经历过香港的夏天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以及我们两位从昨天说要戴防晒跟太阳眼镜，到今天还是没有戴。这我应该可以。很怕很怕很怕，这种与饮料有仇的小姐。然后你这样子就丢过丢到哪里去？你再说一次，上去的台语怎么讲？上去，下去是下去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好吵啊！好可怕！啊，好吵！哦，真的很吵。哦，我们俩刚刚就是出来之后看到这个公园，然后米尔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想不想玩？”我就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刚刚也想问你这件事？”我们两个是同姓妹妹，好可怕！魏敏吗？同姓同姓魏敏，对 ，yes， 你的普通话赞赞。是我吗？哇，好久没有玩了哦。我说一下，小孩子问我，他说大人不能玩的。等一下，他说这里大人不行，小孩。Yes， 因为我刚刚在滑的时候想说，哎，好像有点矮，跟有点声音。好了啦，对不起，你损害这一个，你看蝉都在骂你。没有没有，都没有动过啊，这个。好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个蝉的声音真的很可怕。是，然后我们昨天在宏大的时候有一个。很大只的昆虫袭击我，应该是蝉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到。他听说就这么大只，因为我就听到有那个哒哒哒哒的声音，然后就
有个东西扑到我的身上，还蛮大的。我以为是一颗果实，结果它是冻掉下的果实。This is why I hate summer. Summer 那些，又被拍到了。我以为你要什么哈 summer， 有这样子，好像是怎样？哈 summer。老木头疯子，我们现在在 Olive Young， 然后我想要来找一个 Mini by Red 的唇膏，因为我上次买了一个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密码是因为想要来找眼影补妆，来韩国怎么可以不来逛一下 Olive Young 呢？是吧？我们家密码跑哪去了？哎，密码，这个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洗面乳，然后我上次带了一条回台湾之后，我香港就没有了，所以赶快再补货一支。然后我刚刚也拿了 3CE 的一个液态唇膏，这款我也很喜欢。这个我有别的颜色，不过我今天看到这个，我觉得它擦起来很有气质，就是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呢人在一个地方叫做 Karasugi。是这样讲吗？卡的区别，好，完全的讲错了。说一下，就是说这里很像尖沙咀。我觉得不是这里，哦，不是这里，不是江南吗？别让我一直不断的弄错，你看他还好。咖啡一个说要喝西瓜汁的人，就最后两个买手摇饮。天堂真的要喝，比巧克力更好喝。写小说是不是？马上用，马上用。然后你可以直接多可爱，直接放你的饮料，是饮料吗？饮料包，原来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是这样子的。不，刚好对不对？还可以这样喝，哎，真的这样。对啊。哎，想看如果我点凤梨汁的话，然后就放在里面。哎，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能够真的放进我的手机。真的是很小。小姐，对，你就买来装饰的。对，里面大家可以装就是纸钞跟零钱。对，这啊，对，这是钱包。钱包，对，很好啊。行走钱包，现在对，不会被人偷的，对。不会。好坎坷，用头拍我，回家。怎么了？我觉得跟米娜走，我感觉自己好 local。跟着米娜游韩国，快去追踪米娜的私密粉丝团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到了叫做 COEX 的 mall， 然后我们要来干嘛呢？我要来看里面那个，我要看什么？图书馆。对。神速就决定好了，我要吃那个 Moco Moco 汉堡排。我要吃 pasta 吗？反正就吃这个。我不想吃饭。我现在犹豫这个还是这个。不是那种薯条，就是因为看 avocado 了，这个也有。没有没有，哎呀有哎。原来是吃 Aloha Burger， 等一下就会 Aloha。Hello。那我结果最后点了一个 smoothie 回来。说什么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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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样子你讲一下叫什么哈哈之歌吗？我快笑死了。听着我
们存活了今天这个热到爆炸的天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还很值得喝，喝吧。哦，我吸了一大口糖浆，很现在 checking 到我今天晚上住的饭店，哎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有啦。哪里？这里。哦。有冰箱啊。有冰箱。但是它真的蛮小的，你看你从这边进来之后，有两张床，就一个小浴室。好。蓝色。好好哦。好累怎么说？屁股呢？哦，我是广东话。屁股。好贵。好贵哦。我以为是 hindero。hindero 是很辛苦。鬼是屁股呢 ，insane hindu。嗯，就人生很累啊，人生很辛苦。啊，我要。好。你是第几集？为什么没有看过？新的，刚刚才上传。新的，我是十五哎，我是 season four 十五集。season four 还没有出，不是吗？第十五集，小姐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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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看剧了，受不了，几天没看。你上好片了吗？好，来。来干嘛？没有，刚你唱歌的路线。啊！我形象在哪里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小绿，这是米娃家的小绿绿，他叫 Churugi， 韩文名。Churugi， 他有韩文名字。哎、欸，你都怎么做开箱？你不觉得开箱很难吗？啊！等一下，你不觉得厨房很不漂亮吗？把那个拉起来先啦，真的。可有一些美感哦哟，米拉好凶哦，受不了你！哎，给我爬了好了呗。不要！有人一直在阻挡我拍片啊！你拍，你拍，拍，等一下。我今天买了两个这个 Bonilla Co 的卸妆膏，因为我大概两个月前买了一罐，就已经差不多用完了，所以就是来补一下货。然后他送了一个小的，这不重要哦。它长这样，哎，我可以偷看一下里面长什么。它好像指甲油来的，哎，你看，就现在这液体上面，哇，看不到，很棒。好，然后我今天在 Olive Young 呢买了，我很喜欢的那个 Cosrx 的 Cleanser。然后一个 3C 的唇膏，两个。我今天买了一对那个小象的耳环，还有我还要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哎，在哪里？在哦，找到了，这里。我的翁来包里面就是什么都装不了，连手机都装不进去，大概就只能装零钱跟就是卡吧。我还买了什么啊？哦，然后我今天哦，我今天还买了什么？嗯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哦，然后剩下我今天去 Nicole Ann 买了三件衣服。一个是这个有点杏色的上衣，然后一个是条纹的上衣，以及一件这是什么颜色？哎，这是什么颜色来的？棕啊，红棕，棕偏红的，红棕泥土，泥土色啊。今天呢，这几天非常谢谢 Mira 让我在这边借住了几天，请问，每次我要讲什么？啊，我要没电了。那今天影片大概就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 ，See you， 安妞。见到小绿绿的本尊，深感荣幸。我可以为了这些小菜搬来韩国吗？要不要？真的，我可以搬来韩国吗？我可以跟你做邻居吗？你们应该是在看米娃的吧？